编程的机器人。我认为乐森星际特工有不少优异之处，相比市面上随便简单的机器人，这款产品不管是从教育意义还是娱乐的丰富程度上来讲都要高出不少，并且在中小学即将推广编程教育的背景下，编程未来也可能会像语数英一样成为一门必修课程，因为编程不单单是一种工具，更是锻炼逻辑的方式。而作为